是不一样的，送金砖的。大姐啊，大姐，哎，四千金来接下来啊，快点，快点来，来来上上上前接上。哎，我个人觉得啦，应该，哎，好重好重，对对对。哎，破十二，我要报名再来演。然后希望我可以越来越瘦，越来越瘦，瘦到大家都觉得我是纸片人。那那你这个，你这个睫毛要掉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这个愿望要等这个蜡烛烧完才会实现。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非常顺顺利利、健健康康的、快快乐乐的。哎，这是掉了。来，头发先把它撕掉。不会不会，原本睫毛，哎，你放那里是谁要吃啊？啊，你洗脸。